有大有圆，你看这个面瘫，就像这个碗它有大有圆。有人间皮卡丘的称号吴亦凡，他把网友对他的调侃创造出了这首大碗宽面。而最近网络传出他与女大学生交往一段时间后开始冷暴力女大学生，导致女方患上了抑郁症，夜夜失眠，无心上学，女方还晒出了许多聊天记录。接着又传出他与另一名18岁网红看电影，但这些绯闻却丝毫不妨碍他成为顶流说唱歌手，还被洗白为傻白甜，人帅可真好啊。下一位 PG1 王浩跟盖在中国有嘻哈并列冠军，而如今盖混得风生水起，而他却付出无望。我人生专家精彩的可以拍成一部电影，看我背景的万挂的东西爱上我都建议 my bro 要不要连我今生的一条命也带走，原来我一直活在街边里自我感动，年少轻狂的廖飞挖自责的山羊怪晒到前人无限放大 oh no 他们的埋怨我再也无法忍受，想与死亡破胆依然说不出口，受尽折磨也做不了那么 baby 怎么我之前别忘了有些深思自己啊。吴亦凡在他面前可能都要叫他一声师父。在2018年就传出他与兄弟的老婆李小璐传绯闻，接着就在2019年实锤了，他们有许多的亲密照曝光，给他的兄弟贾乃亮一个大大的礼帽啊！这件事也让他名誉尽毁，也彻底毁了自己的前途啊。最近他凭借一首慢热再次火了，他就是满舒克，擅长抒情说唱歌曲。而最近他也被一名女网友爆料两人在2020交往期间，那网友发现满舒克还有其他的女朋友，对他也忽冷忽热，还让他抽来历不明的烟。除此之外，满舒克还跟女网友吹嘘自己的风流史，说自己睡过某软件里的73个女孩子。而满舒克工作室也出来回应，称受到诽谤将会采取法律手段维权。想把你搂在怀里摔，做我的猫，喜欢你的可爱百怪，做我的猫，无意间让时间放慢，就做我的猫，享受每分每秒。接着这位是满舒克好友你的男孩弟弟谢瑞涛，中国有嘻哈六强选手。你不用太惊讶，你可以让你爸爸给你买辆 GTR， 你这种水平每盒酒也需要找代驾，我开的放上药你怎么都会在上下，是谁在按了吧，我如果吐个车队一定过来帮我洗车，脑海里每个超车的画面我拿来写歌，我全程都是在走上坡，身边的对手太弱，我赶时间要回家，你开快一点吧拜托。他爆红后很多人都来爆他的黑料，然后就在最近有位女粉丝发长文爆料自己跟滴滴交往时，滴滴有正牌女友，甚至还被 BUA 导致他患上抑郁症，甚至还割过腕。他爆料出来是想提醒滴滴的女粉丝不要再上当受骗了。我在德尔的票中数表越来越高，就要听到自信的叫风拂笑而过，你自己 I got it going on， 在窗外飘逸 I got it going on， 我们家的马里 I got it going on，星星还是那么亮，月亮还是在天上，似乎一切都没改变，只是他不在你身旁。最近的说唱界也太混乱了吧，一个又一个塌房。虽然滴滴和满舒克事件一样没有真凭实据，不过有不少人相信这些黑料的真实性，因为没人会无端端来黑你吧，事出必有因。最后，如果以上的四位让你选一位来交往的话，你会选谁呢？欢迎在视频底下留言。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别忘了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在深夜里买醉。